不好。这个是泸沽湖，云南的入口，我们买票进去。斯利利匠心湖畔酒店对面这个，曾经泸沽湖最好的房车、船车驻车点，已经废了，停用。看，湿墩子挡住了，不知道为什么停用了。非常好的驻车点，卫生间，卫生间也干净，卫生间现在是能正常使用的。从这一出去看，就是湖边。下来十多米吧，这就是步行栈道。你带一张凳子坐在这个湖边多舒服。可惜了这个点大家不要来了。现在是10月6号，不知道以后这个点会不会重新开。卫生间还是完好的，非常干净的。